所以大陆你的人设有不喜欢的点吗？就讲我那个大嘴巴，然后吃小孩这件事情，那个我其实你们俩都好恐怖，真的我吓人，我要走远一点。画面难过的事情也还好，就是观众会觉得我只在吃小孩啊，就忘掉我是演员这个身份。那你现在如果真心想笑的时候怎么办呢？可爱，我们还是会笑，但是就不会张开嘴拍照。他嘴没有很大啊，很帅啊。我觉得还好啊，就节目做那个效果。对，是节目做的效果。这个人设我们一定翻篇，好不好？你看你刚才有笑的好大。其实你笑起来很阳光，你知道吗？笑起来很帅。